皮儿薄馅儿大的纸皮烧麦，这个是芝士的，还有三丁的，还有一个咸蛋黄的。哇，你看这拉丝的。太好吃了，姐妹们。你看它这个皮儿真的比那个 A4 纸还要薄啊。嗯，吃到了一整颗咸蛋黄。哇，有点凉了，芝士不拉丝了，但是真的好吃。咱们平常在线下买这种的还要你3-5块钱一个呢，你看看现在这个才合到多少钱一个，你看里面都是有这种整颗的蛋黄的，特别的软糯，然后那种油香油香的。推荐拍混合口味的，这三个味都好吃。嗯，这个烧麦真的绝了，姐妹们。再来一个。